第二句看出。如染香人，身有香气，此则名曰香光庄子。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无生人，今于此界是念佛人归于净土。佛问圆通，我无选择，都是六根净念相继，得三摩地思维第一。看这一段，大师智法王以种种方便为我们说明念佛三昧的修学，其实并不是很难。菩萨用比喻引导我们先去体会念佛三昧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一佛念佛，就像母子相依一般。这里又用一个比喻，如染香人身有香气。染香，此地的染香呢，不是在佛前染香，这是古人，就是过去的人化妆品，不像我们今天有这么多选择。古人呢，没有香烛，那他们怎样去化妆，让自己身上具足香气呢？就是染香来熏，熏香。我们现在可能不太容易理解，拿香去熏，香料去熏，有些是燃，就像此地说的燃香去熏，有一些好的香料它直接可以放在衣物的周围或者随身佩戴，身上有香味，取这个意思。那么现在直接拿香水来喷一喷，身有香气，这让我们想到一个典故，就是墨子，他曾经路过一个染坊，看到染坊里面的工作人员把洁白的布料放到红色的染缸里，过一会儿拿出来，白色的布变成红色，那一边呢，白色的布放到黑色的染缸，拿出来布变成黑色。墨子看到之后有感而发，说了两句话，就是我们今天常用的近朱者赤，求近墨者黑。用在这个地方，近佛者香，如染香人呢，这个香比喻的是性香、法身香，不分法身香，性格流露，用香来比喻，因为每个人都喜欢闻香味，这是一种常情，所以用香来比喻自信本有的美德，美德是香。
那么一切众生自性本具，跟佛一样的美德。现在是借助一种方便，把本有的美德开显出来。其实这个香不需要从外面燃来熏，是性香自然而然流入，内香外熏。那么借助念佛，可以把我们本有的佛性给开显出来。我们再举一个例子，就好比我们佛前燃的香，这个香它本来具有香味，但是如果我们不去点燃，那个香味可能无法流入。就是这个意思。我们自性本有圆满的智慧德相。就像此地说，我们本有香气，本有香，如果不去点，这香可能无法流入。点的过程就好比我们修行的过程，越修就越香，自性本有的法身香流露。此则名曰香光庄严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专有名词，香光庄严。香是体，光是用，光是质。用香比喻法身，用光比喻智慧，智慧就是报起作用，从本体起用，合起来就是香光庄严。庄严通俗的讲就是美好，一个人具有美德，流露在生活当中，有无穷无尽的智慧，那么这个人的生活是美好的。这样容易理解，就是我们学佛了，学佛之后我们学到很多美德，在生活中学会用智慧处理很多问题，我们的生活因此美化。因为佛法的存在，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，这也是一种庄严。而此地所说的真正的庄严，是讲的念佛人入佛境界，联系《无量寿经》所讲的极乐世界的境界，香光庄严就更具体了。经上说，极乐世界万事万物都有香，宝香组成。整个极乐世界，我们不需要去燃香，自然而然闻到妙香扑鼻。万物都在放光，那是光明世界，所以不需要日月，也不需要灯光，极乐世界七宝庄严，琉璃为地。可能有人会说了，不是的，极乐世界黄金为地，黄金为地是铺马路的，那个地呀是琉璃的。这是观无量寿经上明确所说的，那个地是琉璃的。所以观极乐世界的时候，是先观大海结冰，然后从冰变成琉璃，那是极乐世界的地。地下面也是透明的，往下面一看能看到地基，往上面整个虚空大光明上。树是七宝的，连这个人的身体啊都是透明的。所以极乐世界是光明遍照的化身，合在一起就是香光庄严，这说明净的美好，是自性圆满的体现。所以看到香光庄严，我们习惯上都认为这是净土道场。净土念佛堂有另外一个名字，就从此地来的，香光庄严。到印度所在的道场灵岩山寺，那个念佛堂所挂的匾
现在呢，我们也学着用香光来庄严我们自己的心情。学佛人要越学越香，这就是越香的意思，越学越具足美德，不一定走到哪里带着香烛，但是我们要具足美德。所谓美德，就是让很多社会大众看到都能够生正面想法，生欢喜心。光明呢，所作所为具足智慧，用美德和智慧来净化我们的生活，这就是学佛人在现前生活中以香光来庄严我们的心情，就是用佛法净化心灵，美化生活。现在很多人对自己的相好也都特别在意，化妆啊，美容啊，哪怕自己实在长得不怎么样，也要想办法让它改变。爱美之心可以理解。那么现在我们学佛了，用佛法来美化自己，我们多了一个化妆的方式，就是用佛法来化妆。这种化妆流露出来的是庄严，是气质，不仅仅是一种华丽的外表。所以学佛人真正以佛法来净化身心，走出来与众不同，风度翩翩，举止优雅，这就是学佛人的气质。以前有人听说说学了佛念了佛或者念了菩萨相貌会改变，譬如说念观世音菩萨，念之久久，自己的相越来越像观世音菩萨。教女孩子念观世音菩萨化妆，专心念观音菩萨，念久了不知不觉就像观音菩萨。念佛同修呢，如果专心念阿弥陀佛念久了，相貌也会有些改变。当然我们不能指望我念几天就像阿弥陀佛一样，是说会有佛的一种慈悲，像越来越慈祥，越来越清净，有一种气质。真正用功夫会有这一方面的转变。但也有人呢，真的就是为了转这个相，他来念佛，来念菩萨，这念了几圈到洗手间去照镜子，来看一看师父说了念念会有改变，绕几圈去看一下没有变，再绕几圈还没有变，最后再念了终于变了，变得越来越恐怖。是什么缘故呢？他生气了，师父骗人，我念了好久都没有变。其实他的心不在佛上，心没有真正与佛法连接，所以虽然口上念，心没有变。相随心转，要从心改变。我们看到佛的相好圆满庄严，我们在经上看到有很多菩萨最初发心就是因为看到佛的相好，譬如地藏王菩萨，地藏经一开端就介绍那位大王者子就是看到佛相好庄严，他要发愿度众生，要得到佛相好，这是一个历程。我们看到的佛旁边的阿难尊者，阿难尊者出家，楞严会上说出真相，佛问他说你为什么出家，他说我就是看到佛长得太庄严了，用现代话讲佛太帅了，我要跟佛出家，我希望能够跟佛一样具足相好。所以相好庄严能摄受人境，
如果佛要现一个相，让大家看到都毛骨悚然，一看着就害怕，众生就不愿意来亲近。佛的庄严如此，净土的美好也不例外，这都是为接引众生而设的方便。那么现在我们又看到很多现代化的道场，他们从道场的建筑设计到内部装潢，乃至各个部门方方面面的服务设施，那都是具有装潢，让不学佛的人走进去呀，整个身心都会震撼，有一种心灵净化的感觉。于是呢，他可能就从此决定，我要多来几次，我要了解一下佛法。不知不觉，他就走入三宝，这也是一种方便。所以，庄严的环境是为了接引更多的众生而提供的一种方便。在佛国的净土中，无不是具足圆满。而众生要想得到这样殊胜的果报，自己要去染，要去熏。我们自己要想身上有香气，那要去染香。我们自己要想得到这一种殊胜的果报，要在佛法中多学习。这是大师智菩萨用染香的比喻来为我们描述三昧的境界。三昧的境界就是净土的境界，亲证三昧，处处是净，那是香光庄严。换个说法，那是真正的美好的生活，真正的幸福，真正的快乐，具足一切美好。接下来这一段，这是大师智菩萨总结三昧的修学，用几句纲领性的话做一个归纳。前面其实先是一种方便界定，就是先让我们了解三昧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我们能学吗？我们能做到吗？菩萨用三个比喻引导我们，让我们心里有这么一个概念。其实真正的修学方法在接下来这一段里面，有我们最熟悉的教诲：我本因地，我大师智菩萨自称。大师智菩萨最初发心学佛，在无量光如来超日月光佛那里得到教诲，接受了念佛法门，修念佛三昧。经过长时间的修学，现在大师智菩萨已经不是凡夫了。前面讲众生心，那是教我们从凡夫开始念佛，而大师智菩萨本人呢，现在的身份是怎么觉悟的？以念佛心入无生忍，这是菩萨现在所证得的境界。从因地学念佛法门，到渐渐入佛境界，念佛心就是已经证得三昧的境界。以念佛的方法入无生法忍的境界。这里有个名词无生忍，无生是一切万法不生不灭的真相，诸法本质不生，不移不灭。不生不灭是诸法实相。忍呢，有认可的意思，认同认可。入这个境界的菩萨，自然而然认可诸法实相不生不灭，所以叫无
声人，或者叫无声华人。通常情况下，入无声华人在大乘原教最低是初住位菩萨，明心见性入这个境界，或一品无名证一分法身。如果标准再提高，会提高到初地位。有人说一下子拿这么高呢？很简单，因为境界不一样。用高标准来说，到无声人是七地、八地、九地的菩萨，这是人王经上的说法。再往上面去，极灭人，那就入如来果地，究竟圆满境界。而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可以这样理解：入就是刚刚入门，乃至最终成就圆满，都是以念佛心进来的。也就是说，大师是菩萨有今天这样的成就，是以念佛心入来入进来。有一个入，其实这也是一个方便说法，因为自信没有出入。我们常常讲入门呢，入门这是对初学家，其实真正的诸法实相不因为我们迷悟而增减，我们迷它没有减少一丝毫，我们悟了它也不会增加一点点。无声法忍，从我们现在开始学佛到什么时候才有可能入得这个境界，就是按照我们现在的学习状况，学多久才能够得无生法忍呢？这个无法用年月日时去测，快可能在一念之间，慢可能无量大劫都还入不了无生之时，就是见不到宇宙人生的真相。如果是靠自力，相当不容易。所以龙树菩萨当年有这样的说法，说未得无生法忍的菩萨要去常住离佛，不能离开佛，要在佛的守护之下进修。什么缘故呢？菩萨未得无生法忍叫自身不亡。大智度论里面用了个比喻，譬如落雨只可繁之，落雨就是小鸟，羽毛没有丰满，它顶多也就是在这同一棵树上两个树枝之间飞来飞去，它不能离开这一片树林远行，没这个能力。那是什么呢？菩萨未得无生法忍，所以没有办法离开佛的身处去施展度众生的大愿。那么得无生法忍之后呢，这算有了保证，有了底线，可以任运在六道中往返，而不受六道的障碍。那龙树菩萨接着又说啊，说菩萨如果愿力很强大，又未得无生法忍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只有一个方法，拼命，拼命在这一生当中证得无生法忍。当然，这一种情况比较难，这不是每个人都